大家好，我是 Cross， 我是张鑫，我是张艺轩，我是陈赫，我是李在鑫，我是叶红熙，我是彭振成，我是刘天阳。这是我精心调配的张鑫特制的饮料，我叫它一二三四五，因为上面写着一二三四五。我们要背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什么黑暗料理？啊，不是不是蛋糕吗？蛋糕吗？对，亮亮一下就。扭秧歌，三二一。这两个动态的是什么？人家都是静，都是静态的吧？这两个动态的要。哇！哇！新娘最棒！哇！我赢了！好生气啊！游戏，我觉得只要给他们放进来，就会放进来。性感，三二一。补一下。OK 了。给别人留点地方，我。好。我有惊喜啊！我也有。惊不惊喜？还意不意外？惊喜。下一个就很简单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We are the star。三二一。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啊？正常不是应该都做这个动作吗？哎，这个是正常人。我本来想做这个，然后队长把我直接给出来。体育馆。超能力，三二一。呀！美少女战士，三二一，美少女战士。哎我哎，看过啊？你什么叫你没看过？我帮你说，在所有的人里面，只有你可以看过。给他一个惊喜。为什么所有人跑住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有挣扎呀，为什么要对待一个这么冷静的人？哦，这个可以啊，红唇。杯对吧？一二三四五，选一个，我帮你。五针一线，那是三吧？选一，二。这么聪明？我说让你选一吧，一是哪杯啊？是要干掉的。一是可乐，这是要干掉吗？一是要干掉吗？啊，我觉得这个冰冰冰方便。通便了。
哇，就这个味儿，哇！好喝吗？哇，小浪家说的那个海鲜，你太棒了！就是无与伦比的美丽。你应该要个劳模奖。手术应该找劳模奖啊。只用喝一口吗？只要喝一口那就散了。过了过了过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今天一轮的游戏已经过去了，输的最多的人，大家请指一下。你不用看了，你不用看了，你之前一轮奠定了你的失败，你第一轮就奠定了你的失败，所以你要打开这个终极惩罚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哇，搞不好是破绽，是不是活的？还会动？等，你自己拿，你自己拿。是不是活的？我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所以我有点害怕。是不是活的？是不是活的？我真的害怕，因为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是不是什么活的？你被毁了！我觉得可以。三二一，生日复仇大作战成功，加油！我上一次过生日是6年前了，然后除了去年那个叫在家里面过了一下生日以外，就再也没有过过生日，所以谢谢大家。好好好，祝你以后晚上能够看到你啊，祝我变白一点就可以了。皮皮天生日复仇大作战成功！ Yeah!